哦，那你手为什么要这样甩啊？你刚不是头这样甩吗？那什么意思啊？追着问他说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自己手上有力量吗？我爸以前还跟我说，哎，你要吸毒可以，你只能好奇，不要上瘾。啊，我那时候才小学，跟我讲这干嘛？亲亲呢？我妈。我喜欢心理学。请找红心 A。金达。啦啦啦。一只小熊在跳舞，呼啦呼啦啦。